喂，你好。主席长，因为你确定要走人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还在了，这是 不在这里而已了，我还在了。我说你确定离开主席长的位置啊？我是要希望这样的做，可是目前相关的接派的人都来了啊，都已经没有，都没有发布了，那不做下来，害得我不做下来了，不做了一下，害得我的每一个人都问我说是不是要滚了，对不对？主席长，有，我今天一定要问你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以后是见你一次少一次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见你一次少一次啊，少一次是这里的机会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，我希望嘛，这见你一次少一次，我希望了。以后就很怀念朱哲敏在的日子啊。对，我也很怀念立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怀念啊？对，我很怀念你，对不对？蔡政府的官员里面可以做八年的政务官，只有你一个了。还有原民会主委一将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相依为命，对不对？哪一个？一将，原民会一将。哦，那我敢不知啦，我敢知你呢。没有，他也是很的，他至少长得比我高，比我帅的人。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问了啊。好了，这个就是，所以你退下来准备去哪里？我这种年纪能够会走路就不错了，还要去哪里？对。好了，今天好吧，好，这个谢谢你的配合了啊，这个对，反正这个。祝福了啊！谢谢，祝福你这个，谢谢了。退下来，身体做了棒棒的，然后呢，有你的事业第二春，祝福你啊！不，我不要第二春了，我已经有一春就不要二春了，对不对？老实讲，我对主席长很多人有意见了，但今天我刚刚讲了哈，我这个人习情了，以后是见你一次少一次啊。所以我就要对你客气一次了，不会啦，会越来越客气啦。你要见我，我会时常跑来立法院给你看呢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。